意义也还蛮重大的，是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听到了一首歌吧，这首歌叫做爱我别走，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，然后才会想要学吉他，所以才开始会想要学吉他，但我上高中才开始摸吉他，没有认真练。总而言之，爱我别走是一个对我很重要的歌，帮我打歌一下，等一下打完了好像还没好，应该 OK 吧，所以等一下如果唱到一半听到就是就消音的话，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好，带来这首歌叫爱我别走，来吧。